武艺新闻网寻爸爸，这是我为你做的卡片，喜欢吗？近日王启杰小朋友举着刚做好的衬衫贺卡，歪着头开心地问爸爸，收到王启杰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第一份礼物，王爸爸十分感动。近日县图书馆举办父爱如山暖心感恩创意手工活动，免费提供彩色印刷纸等手工材料，教小朋友们 DIY 手工制作衬衫贺卡，并把它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自己的爸爸。轻松有趣的亲子活动吸引了40名小朋友及其家长参加，课堂上手工指导老师为大家讲解父亲节衬衫贺卡的制作步骤后，小朋友们各自挑选了喜欢的颜色卡纸叠成衬衫，用水彩笔进行绘画装饰，有的小朋友画戴着眼镜的爸爸，有的涂粉红的爱心，还有的写对爸爸说的一句话，每个孩子都格外认真。看着女儿认真地为自己做着衬衫卡片，在一旁指导的方爸爸露出幸福的笑容。不一会儿，一张张漂亮简单又创意满满的衬衫贺卡就做好了，爸爸们纷纷拍照留念，表示这是自己父亲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